听声远，一夜扁舟连波烟，秋水墨色染，如见美人眼波涟。故人久未见，分饰煮酒杯未满，风长卷，轻将红袖挽。此生何用声声叹，道不尽流年。看流沙聚散，回首天涯路远。英雄何用声声叹，断碑落残垣。君不见青山，豪杰中华尘烟。看流沙聚散，回首天涯路远。英雄何用声声叹，断碑落残垣。君不见青山，豪杰中华尘烟。豪杰中皆化尘烟。这是一个危险的投资，投资原本就是有风险的，投资也会有代价。只需要大王答应帮我一件事。什么事？赦免一个人。流沙的未来应该更加远大，夜幕的势力不外乎财、军、政、谍四个方面。流沙想要对抗夜幕，就必须先从这四个方面入手，这也将是我们开启全新韩国、改变格局的第一步。只是想达成你的雄心，还有一样东西不可或缺。原来这不可或缺的东西竟然是钱。哇，那这么多钱啊。我们也该主动出击夜幕，拔掉姬无夜的爪牙了。选择最弱的敌人，明智之举。红莲，不要胡闹啊。别再胡闹了。哼，我才没有胡闹呢，我要加入流沙，我要成为七国最传奇的女间谍，去潜伏、跟踪、营救、暗杀，就像专诸刺王僚，要离刺庆忌。专诸被剁成肉泥，要离自残躯体，你也愿意？我可以利用美貌色诱啊。我刚才混进来时就骗过了你们，如果查理有毒，你还有你都已经死了。除了你，当然因为你救过我，所以放过你。刺客并非这么儿戏的事，你还差得很远。我不服，为什么小梁子可以加入，浓郁可以加入？紫兰轩可不是好玩的地方。我可以卖身。不对不对，是卖艺不卖身。你有什么艺？琴棋书画，弄一会弹琴，小梁子会下棋，我会画画。我下棋不是卖艺啊，我还可以提升紫兰轩的经营品味啊。
红莲贵为公主，公主可不能为所欲为，未来可是要嫁给王子将军呢。我自己的命运自己掌握，想嫁给谁就嫁给谁。不过眼下确实有一个任务很适合公主殿下。什么什么什么任务啊？调查潮女呀。不行，红莲确实是一个合适的人选。哥哥最好了。既然我现在是流沙的间谍了，间谍都是要有代号的。你都是从哪里听来的传闻啊？我的代号就是，我的代号就叫赤练好了，又美艳又狠毒，江湖上很快就会传颂起这么一个杀人不眨眼的美女蛇了。你要她走进危险和死亡？如果我最好的朋友伙伴都在面临危险和死亡，与其让红莲保持无知地接受保护，那么并肩而行可能是更好的信任与守护。其实你也根本管不住你妹妹是吧？该上茶了。这把剑适合你。我有个朋友就用得很不错，挥剑的时候像一支舞。你要教他。送我的第一件礼物，也许是最后一件。用它很容易伤到自己，你还没有能力保护任何人，但是可以学着先保护自己。韩飞，方才血衣侯所言是否属实？回复王，属实。私放重犯，都城纵火，阻碍吉凶，哪个不是重罪？你父王息怒，我确实放走了燕灵姬，但他却不是重犯。什么？怎么回事？怎么？听我的事，我说这种事。什么？这是秦王的赦免文书。说这种事，
回复啊，正是。燕灵姬已是无罪之身，不知二位大人还有什么疑问？韩非，你够了！朝堂之上不是相互推诿的地方。报，启禀王上，南阳附属二县发生旱灾。发生旱灾？我还需要一个契机。张相国，姬将军，随我于内殿议事。先是一案刚结，南阳灾情又起，国事纷乱，寡人实在有些力不从心呐。太子顽固久矣，寡人又年事已高，国事操劳，渐感不知。卿等可有良策？早朝之后，父王与张相国姬无业商议的，竟是立储之事。从夜幕打探来的消息，不会有误。啊，此女姑娘还有别的眼线？要在黑暗中洞若观火，只有一双眼睛怎么够用？王上圣哲，韩国政事只怕没有谁能代为操持。王上一向对王权极为看重，此时骤然提出立储，也许你应该把握住这次机会。张相国此言差矣，四公子韩宇多次辅佐王上，处事有方，大可。姬将军之意是可以提拔老四？臣并非此意，臣以为既然四公子多次辅佐王上处理政务，王上也大可观察其余公子。张相国以为呢？臣以为诸位公子各有所长，狭隘相限，实在难以定夺。立储夺嫡历来凶险，一步走错再难回头。也许你父王提出立储，并不意味着他想放权。哦，也许他只是在试探。张相国和姬无业一直是朝中权力天平的两端，而诸位公子正是影响其平衡的砝码。只怕张大人心中早已有合适人选了吧。哦，是谁？据臣所知，张大人之孙张良与九公子韩非可是私交甚密。子房与九公子君子之交，绝无夹杂他意。借立储之意来看清权臣与公子间的战队，看来你父王还不像我们想象的那般昏庸。两位爱卿说的都有道理，此事寡人再思量思量。九公子，王上召请。这个时候，父王可还召请了其他人？听闻还请了四公子。此时召请，难道只要别跟上次一样就行了？国事繁忙，寡人都没时间与你们好好聚聚。儿臣惭愧，未能为父王分忧。本来寡人还打算召红莲来，却没寻着人，不知又去哪里玩了。红莲是淘气的些，如此喜爱玩闹，以后不知还如何嫁人。红莲年纪还小。儿臣最近一次见过红莲，倒已成娉婷天姿。也是，是时候给红莲备一门亲事了。哎，你们两个做兄长的怎么看呢？
嗯。